啊、有要修哦，一秒回釜山呐、啊、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口，欢迎收看《就爱在家住》。疫情期间呢，不太能出国去玩嘛。那我们上次做了日本不一定的下下饭之后呢，最近有点想念韩国的料理。去年我们有去韩国的釜山学做炸酱面料理，那时候很怕韩剧啦，韩剧里面都会有那个吃炸酱吃得满嘴黑黑的一些画面。那我们后来跑去了这个釜山哦，去吃这个那家很有名叫什么？釜山西面有一家叫做繁泰手工炸酱面。那我们试了之后，我们就很有意思，我们又去报名在釜山学做料理。那其中一道就是韩式炸酱面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其实蛮简单的，而且它的食材的丰富性还有变化性其实 range 蛮大的，那成功率很高。其中一关键点就是说你必须买到这个韩式的春酱，那这个是我去年刚好在韩国超市顺便买回来的啦。那台湾其实也不会买不到啊，韩式料理一定要韩式炸酱面一定要这个韩式春酱啊，你即使在韩国人他们也是自己买这个炸酱哦，中华春酱好来做哦。我跟他讲这个是黑豆做，所以你也不太可能自己这么搞刚他做了这个春酱之后再拿来炒哈，所以通常都买现成的啦。那第二个是在台湾呢，要怎么买到？除了一般韩国的一些超市你可能买得到之外，我觉得最方便的可能是你上网去买。好像我刚刚上网去看了一下，你在某某的某天商城或是 PC Home 的一些商店街，哦，其实你在网络上是买得到的。哦，这是其中一个牌子啊，在台湾网络上比较容易买到的就是那个大酱清净园中华春酱，价格大概从40几到60块之间，就是大概是50块上下，都是算合理的价格啦。好，那你也可以去网络上买，其实很方便就可以买得到这个中华春酱。好，那一份大概像这一我这一盒是300克啦，那通常大象牌的那个中华春酱大概是250克。我自己比较建议就是说，你既然开了，因为它不是有密封罐啊或是怎样的包装，好，我就是一次好4到6人份。哦，它是写7到8人份，但是我觉得我炒起来大概只有4人份吃，因为我们食量比较大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我是觉得你一次开了，然后就是一次把它炒起来，那你用不完的酱料你就可以拿去冷冻冰，那你下次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热，其实就好，比较方便，不用让每次再留一半，你又想说啊放在冰箱有压力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好，讲一下食材。我们今天要做的，像我在釜山西面吃到的，它有一个就是，有加贻贝的海鲜版。好，那贻贝其实我考量到大家不是很好买啦，不是很好买，那我们就是简单买的虾仁。好，那一般的正常版本的韩式炸酱面就会有，绞肉。好，那或者说像我在釜山学的，他们用的版本就是直接切五花肉。好，它是切丁，好也可以。大要面啊，那这个面大家问说要用什么面？那一般的这种，像我刚才在地方看了一下，有很多。大部分都卖日式的，那可是那种日式的生面，其实我觉得也蛮适合来做炸酱面的拌面。好，那比较厚一点，好，那比较 Q 劲的口感，重点是等一下那个酱汁吸附起来，不要让它太单薄。所以说，像你那很薄的意面，或者说很薄的这种阳春面比较不适合，所以我们就买这种生面。好 ，OK， 这个是酱油膏或是酱油。其实等一下，依你的口味做调整啊，因为它这个春酱有的人觉得太久有咸度了，你也不太需要再另外加太多的酱油。好，小黄瓜是等一下最后了，好，最后要起锅，你要加点原酱啊，增加口感，然后让它比较清爽点用。好，那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是高丽菜啊，那在釜山的时候常吃到，有些人会喜欢加节瓜。好，那今天刚好没买到节瓜，我们就用高丽菜。好像我在釜山学的，他们也是放高丽菜。OK， 这些其实。这些蔬果其实你可以自由搭配的，它的 range 其实蛮大的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炒这个酱的时候，炒春酱的时候，你记得要一直搅拌，不然它很容易粘锅。那火不可以大，就小火慢慢这样炒。好，炒到这个春酱有点冒泡，其实就差不多了，就把它先装起来。蒜头跟葱，好，让它稍微爆香一下，下猪肉。好，这个时候虾仁一起下去。OK， 这样子差不多，就先把它关火捞起来，先在旁边备用。好，一杯水，那还有糖。好，那这里要让炒到水都蒸发了，然后有点焦香，这样子我们再进行下一个步骤。这就是大量的蔬菜了。啊，上次还有一些，上次我们做下下饭还有一些紫洋葱啊，其实的概念就把它全部再加进去吧。反正等一下再怎么样，紫洋葱也是会被欧噜噜的酱盖住了、啊。但是闻到有点
焦香味其实就差不多了，那你就可以准备把刚刚的料都放进去，把炒好的春酱放进去，然后这里再放1到2杯水。肉，哇，这真的是7、8人份啊，这都比都丢啊，有没有看到欧噜噜的感觉就是这样来的。其实如果有的人觉得它的酱汁已经够稠了，你这里就不太需要再加太白粉水了。那我是比较喜欢面体的时候它发的那个汤汁比较多，所以我都会再加一点太白粉水。就是几个步骤，我会加一点蚝油，因为它有一点鲜味的效果。好，太白粉水加一点，好，这个时候有可能马铃薯前面还没有煮得很软嘛，所以你就可以放让它慢慢煮，或是盖着你再焖5到10分钟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另外一锅开始煮水，好，那开始煮面。好，这差不多了啦，那你就可以关火了。欧噜噜了，什么都看不出来，你到底加了什么其实也看不出来，所以有没有加茄瓜跟高丽菜好像比不出来。好啦，总之就是很丰富的配料了，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准备装起来吧。是多了，啊，有要求，哦，哎呦，哎呦呀，哦，每次最期待的就是试吃时间啦，哦，拌了好久，边拍边拌哦，有点卡住哦，哦，进来吃看麦，哦。一秒回釜山呐、啊！哇，好食！哎，再见见呢。青菜麻辣这成功率非常高呢，这也是。啊，没办没办，今天韩式炸酱面就介绍到这里啦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哦，没办，一模一样呢。我这个面条也蛮刚好，厉害，赞。